大家好，这期跟大家分享兰花。我们养殖盆栽兰花呢，养护的过程中一定要给它补充养分，才能满足它的生长需求。植物里面的养分是满足不了兰花的生长需求的，尤其是在这个生长旺盛期，它的生长比较快，冒出的新芽也比较多，它消耗的养分量是比较大的。如果没有辅助一些养分的话，它的长势越来越瘦弱，而且呢抵抗力也比较差。那么兰花展叶的阶段呢，需要养分量是最大的，这时我们必须要给它补充一次根部肥。所用的根部肥最好就是使用一些有机肥，肥力比较温和，不伤根不烧苗，这样才对兰花更好的生长。我们最常用的有机肥有鸡粪、羊粪，或者是制作的一些肥水，像这些黄豆水啊，或者是丙肥水。但是呢，制作这些肥水的过程中呢，往往都会有一些异味，也是花友最头疼的一件事。那么像我这些黄豆水呢，就是在去年冬季的时候制作的。那么为什么要在冬季的时候给它制作肥水呢？因为在冬季虽然它气温较冷，光照柔和，但是呢我们给它制作的时候呢，它发酵的过程呢会比较慢，这样的过程中呢，里面的一些营养物质发酵的比较全面，再加上给它加入了这种 UM 原露，这样就有效的充分分解出黄豆里面的一些营养物质。因为这种原露它所含的有益活菌非常充足，有光合菌、酵母菌、放射菌。酵母菌呢是发酵黄豆里面的一些营养成分，这样就能缩短发酵时间，又可以去掉一些异味。因为这种原露它含的酸性比较高，可以去掉一些异味。这些肥液呢是比较清澈的，如果在这个春季气温暖和的情况下，我们在制作这种黄豆水的时候，只要给它加入这种原露，那么就会缩短发酵时间，大概要15天的时间就能发酵完成，四月份的时候就可以给它施用了。那么我们给它使用这种肥水的时候呢，就是在傍晚的时候给它浇灌一次，第二天呢要给它回一次清水，这样这个兰花就不会残留一些肥液。所以我们平时给它制作任何的一种肥水，或者是在浇水的时候，只要给它加上UM 原露之后呢，就有效的能缩短发酵时间，又可以调节水质，改良土壤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兰花，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。